真是是我的后生。想不到吧？你巴肚内囡仔的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。那安尼囡仔？想不到吧 ？DNA 报告又来啦！可不可以让我冷静一下下就好？一看到手术床还有手术刀，就知道有人要出事啦 ！But 这次不拿肝也不拿肾，要拿的是你儿子！你敢上场放屁？你是催我来，紧让伊死的是？伊若是死啊，上后悔的人一定是你啦！因为伊是你的囡仔。少佳，妈不是跳过伊。你不是跟我回失礼就好，你这句失礼是要跟我们业界规家伙仔讲。你不是我妈，你是派出所一个千面女人。我真正做无奈，我无做唔到代志呢。我到即摆还唔敢相信，这是真实的。我的亲生妈妈，伊做危险的，随时就要治人的性命。你说少强，不止你亲生妈妈很危险，你的颜值排行也岌岌可危哎。因为最近剧里来了一位跟你一样是高富帅的查甫人，这是文哥，伊叫做伊登。你捌做过检察官，卖第一便衣做伙代理当处长，你搁去互人关过。但是你上好的就是骗汤骗菜，还有你上介厉害的，就是欺骗查甫囡仔的感情，敢是？我私人感情的部分是处理了较无好，啊，不过这个我能力无什么关系。啊，你不是已经用你私人的感情来证明你的能力啊？啊是，我有什么误会？哥，啊，我无讲要介绍恁两个人熟识啊，你是安怎会先去调查杜春梅？红啊，伊家你行到这鸟我。我当然要好好调查伊，啊那无，你的感情嘛，既有偏激，变怎？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。就算讲是刚被告母，我一日做完兄的，来照顾你这个小妹。哎呦喂，我的老爸，你这后生！